大家好，我是 Kevin， 今天我将化身成为 L 美肌博士，和大家一起对抗肌肤最大的敌人——时间。今天我要运用一个关键词，就是不雕花蜡菊来对抗时间。现在很多人都会想要利用天然的植萃成分来保养自己的皮肤，像我自己就非常喜欢欧舒丹他们家的蜡菊复活系列，这一瓶光萃肌活露是我最近非常喜欢的一瓶保养品。仔细看一下，它里面充满了3300颗的光维导晶球，每一颗晶球里面呢富含了3大的植物精粹，挤出来之后，在推的瞬间，你会觉得好像在推美容油。但是当一颗一颗的这个光维导晶球打开了之后，你会发觉大量的这个植物精粹的水分就跑出来了。肌活露之外呢，还有一瓶，这瓶欧舒丹的蜡菊复活极萃霜，这里面除了天然的蜡菊精粹之外呢，它含有7种的植物萃取，它帮助我们能够紧实肌肤轮廓的线条，更重要的是让你的细纹一天一天的淡化。最后在母亲节的时候呢，他们推出了畅销最爱复活组，除了刚才说的光萃肌活露还有极萃霜之外呢，还加上了受到大家非常喜欢的复活精露。透过不雕蜡菊，让我们一起拥有不雕青春吧。